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四川卫视峨眉传奇都江堰站的比赛。本场比赛是男子65公斤级自由国际规则世界王者32强C 组晋级赛。红方选手张成龙，蓝方选手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米热伊。好了，我们看到裁判啊，在比赛一开始呢，对这个米热伊啊扣了一分，是因为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，降够体重。对，是的，是这样的。而且张成龙呢，在5月20号的时候将会参加 Glory 的比赛。哇，上来之后双方啊短兵相接啊，这个拳法的互换，双方靠在了一起。是的，这个张成龙呢也是，受到纯泰规则影响非常大的一名选手，长期在泰国训练，虽然年龄不大，但是在泰国或在国内都得到非常丰硕的这个战绩。哇，刚才一个前手拳的一个虚晃之后，跨步扫踢，这腿很重啊，可惜，踢在了这个米热伊的这个裆部。我们可以听到这个踢到这个裤裆上这个声音啊，非常响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米热伊有5分钟的休息时间。是的，看来没有影响，米热伊可以恢复过来继续比赛。嗯。在5月20号，张成龙将对阵的选手呢是威尔森·桑切斯·门德斯。对，对于是 Glory 的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选手。是的 ，Glory 呢是源于欧洲的站立格斗赛事，虽然成立时间不长，但是是继 K1 之后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赛事。是的，我们知道 K1 在这个没落之后啊，嗯、K1 原先 K1 的一些。大部分的主要的这个队员，非常出名的这些选手啊，嗯，就相继来到了 Glory 的这个麾下，嗯，打 Glory 的比赛，所以现在目前为止 ，Glory 依然是世界上，水平最高的这个赛事之一。是的，而且在 B 轮融资过程当中获得了姚明的投资，耀威资本，嗯。我们看这个双方上来之后啊，这个蓝方米热伊啊。有点这个拳击范儿啊。是的，米热伊呢，他这个拳法非常出众，而且，主要是一个 MMA 的运动员。从报价上也可以看得出来啊，包括移动啊，也是幅度比较大。看张成龙还是在步步紧逼啊，试图拉近距离。但是在压近的过程当中，这个米热伊的，中远距离的这个直线拳法啊，也非常突然。对，而且米热伊的步伐看起来更加就是灵活一些，敏捷一些。对，是的，这个张成龙打起来可能会稍微有一些不太适应。这是一个失去重心的一个倒地。到第二回合，因为这个米热伊啊，步法比较灵活，所以往往会在这个张成龙这个单击的这个射程之外啊进行游走，所以我们看张成龙往往的第一下、第二下的这种动作的输出啊，很难打到米热伊。对，后手之拳直接出击，也是没有打到米热伊。但19岁的张成龙在台上的一个台风还是非常大气稳重的，所以说，他会一步一步稳稳的这样的就是说突破米热伊，相信。是的，所以我们看张成龙的直接的拳法可能在第一拳打不到米热伊，所以我们看张成龙刚才，做了很多的低位的扫踢。是的。这个时候米热伊在上半身躲过张成龙的，拳法的进攻的时候，脚可能，跟着他走。一个飞膝，话音未落啊，这是一个拳打的皮车，一个重心失衡，张成龙马上跟了一个飞膝。
在这种打了一个已经重心失衡的情况下，然后去袭击，这个是犯规的是吗？只要对手在身体没有接触你的没有三点着地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是不犯规的。是的，那张成龙这个战机把握的还是相当的及时。这是一个非常顺的一个把握机会的一个习惯性的动作。张成龙还是在步步压迫。哎，中段的扫地。我觉得张成龙需要多出一些低扫腿，包括这个用前手或者后手拳法的虚晃之后，对对对，再加扫踢，效果非常好。你看，在直接打拳的时候很难打破这个米热伊的防守。是的，是的。这个米热伊的下肢，比如说袭击的一些进攻意识也非常弱，目前为止也没有出非常有效的这种袭击啊。是的。米热伊的步伐很灵活啊，张成龙在，反击包括进攻上啊，都显得非常不适应。哇哦。对，米热伊先起初试图来抱摔张成龙，但是张成龙跟他一扭劲，然后双方都倒在地下来。是的。你看这腿起得很及时。对。哇，这是怎么一下就倒了呢？米热伊起后腿的中扫，张成龙起了一个低扫腿，是一个失去重心的一个倒地。我们看现在米热伊的腿部已经一片红紫。看来张成龙这个扫踢的力度还是非常强劲的。哇，你看这个跨步扫踢，在米热伊后撤的时候。张成龙这个扫踢的功力还是非常深厚的，这种泰式扫踢就是这种拔地而起的力量，让对方简直没办法防御。而且现在这个米热伊已经是看起来招架不住这个张成龙的扫踢了。张成龙的几记扫踢腿是在米热伊步伐移动的同时，在重心在位移的时候大力的这样砍过去的，所以每一下踢到米热伊的身上啊，这个腿上啊都效果都非常好。现在从心态来讲的话，我想米热伊他现在心态应该有一些问题了，刚刚有几记的这个出拳输出率很大，但是命中率很低。是的，因为张成龙的这个近身的压迫力非常大。哇，一个飞膝，米热伊试图抱住，但是这个力量冲击力实在太大了。再一个飞膝，哇，双方扳倒了拳台下。这个冲劲儿可就有多足，如果这些吸顶到了，可以想象这吸的威力有多大，直接打下来了。这个董老师，这时候请教一个问题，这时候的这个时间是停止的吗？时间是会继续进行，因为这个中间不会耽误太多的这个时间，只是双方也没有出现受伤的情况。你看米热伊这个一旦张成龙近身之后，这个搂抱的试图去摔的这个动作习惯就会显现出来。但这个摔出拳台还是在我们自由搏击的这个赛场上很少见的。是的，很多情况都是险些翻出拳台，但是这次真的是大家猝不及防。好，连续的袭击，孤颈袭击，哇，这个有效果了。对，现在裁判已经对我们蓝方选手米热伊进行读秒，读秒会按国际惯例读到八。